齿轮加工后所残留的毛刺是影响齿轮运行噪音及稳定性的重要因素。如何高效精密的去除毛刺，对齿轮加工企业来说至关重要。而一些传统去毛刺工艺或是精密性不够，容易改变齿轮公差，或是效率较低，无法完成加工任务。针对各种类型的齿轮，对毛刺机抛光、斯纳和磨砺流工艺都可以在效率、精密性以及效果的稳定性方面同时满足要求。我们来看一下磨砺流抛光后的效果。根据齿轮的尺寸大小，单批次加工，一次可以加工不同的数量，通常一个批次只需要两三分钟。使用斯纳克磨砺流去毛刺，对齿轮的公差影响只有一两个秒，同时还可为齿轮的棱角导角。对于内齿、斜齿、微型齿轮或是夹波齿轮去毛刺抛光，斯纳克磨砺流都具有丰富的操作经验。